一呼一吸呢样嘢，香港地真系都几困难嘅。喂，空气质素差不特止啦，仲要工作环境压力咁大，谂起上嚟真系唔系人咁笨嘅。对我作为一个幕前嘅 artist 讲一正一负，首先就要识去点样去释怀。如果唔系听到啲顶唔顺嘅说话咧，就真系好辛苦噶。一爱一恨，我有得拣，梗系拣爱啦。恨系冇得翻转头嘅，只会越踩越深，同埋最终输家只得系一个人，就系、是、自己。其实我唔系好信啲 in out 嗰啲嘢嘅 ，fashion 又好，音乐都好 ，in 始终会 out，out 亦都始终会 in。创作嚟讲，做啲自己满意嘅嘢就已经够噶啦。做人千祈唔好睇高低睇得咁重要，见到低谷先至知道点样去向上爬。但最紧要就系一路继续行，享受成个旅程，做乜都会系值得嘅。一气一取，其实我觉得做人真要学懂点去 give and take。好多时候我哋会学到妥协，但系我觉得千祈唔好唔记得去把握机会。当你揾到你自己要嘅嘢 ，no excuses，just go for it。一拆一建，其实香港有好多地方系咪真系要拆完就即刻起呢？土地问题系咪真好似大家食住花生咁样讲到咁严重呢？浪漫像坐字，写满旧碎纸，泪水渗了吗？